系的同学就可以练习一下。那这题目会放在学测上。哦。好，那你们不会放在学测，放在 IMG 里面。那麻烦几个同学有兴趣就可以做一做。那当然，我如果听到说有同学想要买参考书，这不是不可以哦，但是我比较不建议买参考书，因为有同学拿参考书的题目来问我，我觉得那题目里面设计的非常的奇怪，就是设计太多刁钻的奇怪问题。那我比较倾向说，如果你们这样做练习的话，去网络上下载那个学你们应该是会考题目就好，啊，下载高中的国中的会考题目，啊，那国中会考题目很多就很基本的题目，那些题目理解的就好了，不用理解太高深的题目 ，OK， 啊，所以你可以去网络上下载那些会考题目就好了哈，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单元，叫做例举的例举，例举，哪个举？举啊，举，举的。举的英文叫 talk， talk 不是举另外一个概念，它也是举是这样写哈，哦，举行什么意思？什么是举行？四边形，它有条件的四边形，不是手是直角的四啊，对，手是直角四边形就举行哈，所以简单来讲，举行有四边形，就垂直的意思哦，啊，举行有垂直的意思哦。叫例举，好，那看例举是什么东西哈？一个木头，我如果这边有个支点，有支点意思是它被定住了，啊，它被定住了。这时候我如果施个力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如果施个力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被定住的力是有多大？一定是完全被定死。哦，没有，它可以旋转，它可以旋转。那它往上移动吗？它往上移动，上往上移动吗？不是，它头往上移动，它被定住了，点在原地。是这样子移动吗？没有，它被定住了，点在原地。OK， 它以这个为圆心啊，这很清楚。你要讲，我们实际上在描述的事情，就是要描述清楚。它会以支点为圆心，形成逆时针方向的运动。哦。这样清不清楚？清楚，清楚啊。那如果这边施个力呢？这是 A 力哈，这是 B 力。B 力会使这个木板怎么样运动？还是以往下？有正确的，请精确的说明。以那个擦点当圆心，做顺时针运动。OK， 非常好。以擦点做圆心，做顺时针运动。那我放那个帮我加。这样清楚吗 ？OK， 我帮你投入的点数加一点。这对我是点哦。啊？我照装开玩笑。浩山小老师。对啊，小老师非常认真的小老师。我是老师了好，所以基本上力矩，我们看到力矩，这个物体受到一个力矩的作用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是怎么样运动的。它怎么样运动？就什么叫力矩？运动，好，运动有好几种哈。这叫做。我问的是什么叫力矩，不是问什么叫运动吗？这叫做平移。我们一个一个讲。闭嘴。这叫平移。这叫平移。平移有什么现象？安静，不是。好，再换个角度，再换个方向，这叫做旋转。哎。哦，有两种运动哦。第一种运动叫做平移，第二种运动叫做旋转。啊，第三种运动叫做平移加旋转。平移加旋转。好。啊，大部分上宇宙的物体都是平移加旋转，我们很少看到说只有平移或只有旋转的运动，很少吧？陨石也在旋转。它没有平移而已，不是怎么？电风扇，电风扇怎么样？只有旋转吗？对啊，它要移动啊。啊，电风扇只有旋转，对。要看哪一种电风扇？但是你要看从哪个角度看。我如果从太阳角度看的话，看一下平移啊。哦。对啊，它是在地球表面做自旋，做那个地球的自转运动。啊，好，我随便丢个棒球丢出去。我们当然只有办法平移，有办法做这个事情。没有。它会旋转。啊，基本上都不会旋转和平移，对。好了，我们来看，所有力矩的运动，力矩的力量，我力矩这个事情作用在这个物体身上，会对它造成平移的运动还是旋转运动？力矩，矩是什么？就是有弧度的意思吗？力矩，我们刚刚不讲了吗？这个东西就叫力矩，啊，有个支点，有个施力，这叫力矩。它会造成旋转。它只会造成旋转，造成旋转这种现象呢，就是说它受一个力矩作用。它是有个力矩的作用，奇怪啊！力矩的意思，让它旋转，
S。对，力矩就是可以让这个物体旋转。我们放了四个力，是让它平移哦。对，我如果只是施力，是让它平移；施力是让它平移。施一个力矩可以让它旋转。所以只有力矩可以旋转。哎，对，力矩通常效应是旋转啊，力矩的效应是旋转。啊。好，那我搞到肚子饿了。没有，我只是想把那个引进去啦。Good choice, good choice, good job. 让你加一点，放下。好了，不会搞。就要去制造，来找卫生。我是来做粉皮啊。来。好。请你吃粉皮。所以呢，我们看一下。假设呢，这个力呢，这个 A 力它是一牛顿 ，B 力呢也是一牛顿。好大。好。这两个力矩谁大？A 力。A 的力矩大，对不对？好 ，A 所造成的力矩比较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传导长，因为它距离长，对不对？通常这叫做施力臂。施力臂。我们来施力，对教对磁铁来讲的话，就叫施力臂。嗯。啊。好，所以你可以想到，我们力矩只要给它一个代号叫 T 啦，英文叫 torque。所以力矩正比于什么？力矩从这边看起来正比于什么？正比于那个约系的长度。施力臂的长度，对，施力臂长度给人家做 L 好了 ，L， 对不对？力矩还正比什么？假设我加 B 点也是作用在这边，我这边施两牛顿的力，A 的力矩大还是 B 的力矩大？B 的力矩大，准备可以说力矩正比于什么？正比于什么？力。正比于力，没错，正比于力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现象之后，第二个定义 T 等于 F 等于 L。记得哦。你刚刚是不是什么东西？啊？哎，我是 CDP 的，不是？哎，你是 L 是 CDP 啊？那 T 是 torque 是力矩的大小，力矩的大小，力矩的就是施力的大小，对不对？不是施力大，是力矩的大小。好、哦，那 F 是力量。F 是力量。那施力的大小跟力量是一样吗？那我问你啊、哦，我如果施力这边有没有力矩？没有。对，所以不是只有施力大小，还跟什么有关？位置。跟施力臂有关，刚刚不讲过了，一开始就讲了。哦。跟施力臂的长度有关啊，不是吗？对 ，T 是施力 ，F 是力矩，哎，不是 ，T 是力矩 ，F 是施力。对 ，T 正比于力臂的大小 ，T 正比于力的大小，合不合理？合不合理？合理吧？不相信我们拿个门哈、哦，你比较靠近支点去推，我从另外一边推，我轻轻推就给把它推开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啊、哦，或者是阿基米德，是阿基米德吗？还是苏格拉底说，给我个支点，给我个杠杆，我可以把世界给举起来，我可以把地球给举起来。听过没有？听过吧？他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这个很重，对不对？我用一个支点在这边，我很重的，我一压就翻起来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常做这种事情。啊，有吗？我们很常干这种事情吗？不常干这种事情吗？我想看我们常干这个事情，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？开瓶酒。就是我们常干。哦，开瓶酒就是啊。我们常干吗？哎，开汽水。开汽水。我们都喝罐装啊，保证你保，我跟你一开关就有了啦。你要把一开关那个拉开，那是不是一个力矩？我都不会用那种。帮你用什么？哎，哦，那个大力水手的。咚咚咚咚咚咚。这俩是哪个？那个弧度啦。啊，不是这样的。是啊，很厉害。好，还不是这样的，一压，噗，那泼在这进去了。因为它被压烂在里面了，再满手都泼塞进去。他可能压最下面了，然后啊，对，这是一个方法，方法，但是没那么准啊。那我们一压全部都出来了，那么厉害的，对，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突然看到那边，我突然想到，哎，同学可以拜托有时间吗？处理处理吗？对，你的米，你的米酒，我跟你说淡水，你看就什么，早就把米酒还没处理掉啊，米酒坏掉了，应该没有成功吧？找个时间把淡水处理处理，再见，学姐。哎，不要现在，不要现在。Say goodbye。没有那肿胀。Say goodbye 啊。没有看肿胀。Say goodbye。那个是没有水，没有什么的。米酒。还有米去做酒，但是还没成功。
把它处理掉了，吃掉。你要吃掉没意见。好。我好像做了两个哈。对，到时候把它处理掉，找时间处理掉了，同学。好了，回来了，轩宇，回来了。所以例举的定义是这个样子哦 ，T 等于 F 乘上 L， 有没问题？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对。好，我再问一个问题啊，请问这 T 有没有方向性 ？T 有啊。哎，非常好，它什么样的决定它方向性？就是看它旋转的方向。啊，非常好。加一点。我重点就加一点。你看哦，同样是例举。我这样作用，它这个方向；我这样作用，它这个方向。所以它怎么决定它的方向？就是它旋转。很简单，我们这样想象。它施力方向。对，这是力。力乘上距离。力乘上距离。啊，就决定它的方向。或者是力乘上距离，就决定它的方向。所以我们说讲的这个方向就是正的方向，好，这逆时针方向是正方向，这是顺时针方向是逆，就是逆的方向，啊，就可以这样决定它的方向，啊，但是正负你可以去定义它什么？哇，为什么可以决定它的方向？它是要说它的距离，它可能到这边，那它到这边，它们两个距离不是一样吗？它发同样的力。OK，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我们如果支点移到中间来，我这边四个力是 A， 我这边四个力是 B， 对不对？那 A 的力矩是正的还是负的 ？B 的力矩是正的还是负的？怎么决定？看它方向。好，你看 A 力是往中间，速度这个距离是往中间，往这个方向走，所以应该说 A 是这个方向。B 呢是往上，对不对？它是往中间是往右的边方向走，所以它是这样方向，可以让你想象吗？啊，这是这个方向，因为这个速度、这个距离是往这边，这个距离是往这边，所以在这边距离就有个方向了。假设你定义这边是正的方向，这边就是负的方向，对不对？所以正的乘正的等于正的嘛，正的乘负的等于负的，所以这边的 t 大于零，这边的 t 小于零。就是被定义出来的，就可以定义出来。那你自己定义嘛。如果你定义这边是负的，那这边什么？对，就是正的嘛，方向就变负的。对，就像那个什么东西一样嘛，就是一个直线，直线图一样。对，直线图你爱怎么定义自己定义。比如像这个力，好了，地心力向下是正的，我们就说运动方向是正还是负的？正的。速度方向呢？速度方向是正的。所以假设我定义说重力是负的方向，那这运动方向是正还是负的？对，带负的，就变负的啊，就你自己定义 ，OK？ 对啊，所以角度上等于全世界，比较的话，大世界都在我这。大一点代表正嘛，小一点代表负嘛，就这样的。不过不是一个成正，一个成负，不是的话就相互比较。我现在没有在讲相互比较，我讲的是各自的情形 ，T A 跟 T B 啊。它不会相互抵消。T A 的现象，假设存在了，这边是有一个作用力，这边有一个距离。那这个状况，假设我们定义这个方向是负的话，这 T A 就是小于零。那，可是它往回走，从假设没有 B 力量，对，它把 A 往上，它把那个负的要往回走，它写上也上 B。我搞错了。啊，没有这一块，我们先不考虑这一块哈。那当你这个东西没有的时候。我们考虑 TB 的时候 ，TB 是不是等于 FB 乘上 LB？FB 乘上。对不对 ？F 是力是往上，假设 F 往上是正的哈，往上是正的时候，正的乘上方向是正的，两个相乘是不是 TB 也等于正的？就是大于零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嗯。啊，为什么？正的正。没有，就是说正啊，正的正啊。哦，正的正方面其他的。OK 啊。那我如果把 TB 换一下，我的 TB 如果是这个方向 ，FB 啊，是这个方向，那 TB 会变什么？负的。会变小于零哦，你看。那就。这个方向是不是也是让它这个方向旋转？一样。TA 是不是也是这个方向旋转？对啊。所以你看正负得负，正负得负，是同样方向旋转。哎。一样合不合理？非常合理哦。好了，接下来还有另外变化哦。变化。我觉得。变化是我的肚子更饿。好，
上。好，假设假设我现在 TA 跟 TB 哎 FAFB 没有那么乖了，假设我的 FA 是这个样这个方向。不乖。哎，要打。那我这边的距离是 L。那我的 TA 还是等于 FA 乘上 L 吗？是这样的吗？是吧？是吗？是啊。是啊。那我如果是作用在这里呢 ？FB 等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 ？TB，TB TB 是等于 FB 乘上 L 吗？不是吧？啊？为什么这个是，这个不是？因为它就不是力矩啊，不是让它旋转，它那个力量是直接过去，没有它。那我问你哦，我同样的 FA， 假设有一个垂直的角度，有一个是有角度的，这两个作用出来，假设，假设这个对，不应该那样转，那样转的话会让它的力变得一样大。对，假设这个力所作用的结果叫做 TA one。这个力作用的结果叫 T A two， T A one 跟 T A two 谁大？ T A two， T A two， T A two 大，为什么？因为 T A 它会往它有稍微往里面走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感觉，对不对？这是非常有感觉，这都有效的力。有效的力有多少？或者换个角度讲，叫做有效的力矩有多少？我们都知道 T A 因为是垂直，所以它全部让它旋转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如果是斜的，另一方面是往这边斜的，往外斜的，就是你一个可以往这方向斜，对对对，一样一样，应该比 TA 大吧？哎，你看这个跟这个，这个跟这个比起来，假设是 TA 三好 ，TA 三跟 TA 万谁比较大？应该是 TA， 两个角度是一样的，地板，这个角度是地板。TA， 哎，等一下，冠元学联。官员跟学联，你们要确定要继续睡吗？学联，学联，丢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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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急死了！哦，这么准丢到手指头，你要继续睡吗？为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调价，随便讲就动一动，我们小心了，小心的进度了，小心的进度了。哦，没有，是 TA TA 换大 TA 三，啊 ，TA 换大 TA 三，为什么？三容易把力量导出去啊，力量会跑出那个。导出去。小友去散步。我觉得贴啊。哇，那你看这里走两圈，不可以去散步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讲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嘛，我要学那个棒。哦。看贴的话，力量会导出去。贴，他们不容易走出去的。走出去，你走出去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走出去啊。好，简单来讲，简单来讲，简单来讲，同学，简单来讲，想一下。我往这边偏十度，跟往那边偏十度；我往那边偏二十度，跟往那边偏二十度；我往那边偏九十度，跟往那边偏九十度。你觉得这个偏的角度是会跟它的力矩越来越小？有这感觉吗？我当九十度的时候，是不是同时都为零？那为什么偏十度的时候，一个变大，一个变小？因为方向不一样。你看，往这边。好，那我再做个事情给你们看哦。不要了，再做个事情给你们看。假设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是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力，记不记得我们做力可以做分力？力可以做分力。哦。记不记得？这个力可以分成什么？可以分成两个力，一个力是垂直它。对。一个力是平行它。对。这个力是不是垂直它？跟平行它。好，但是要把移到中间来，这全部移到中间来哈。平行它，跟垂直它，好，就右边的这个力来讲的话，这个力有没有力矩？有。啊？没有力矩，对。就左边这个力来讲的话，左边这个力来讲的话，这个力，这个垂，这个方向的分力有没有力矩？没有。哪个方向？这个方向。对呀。也没有力矩，有力矩的是都是垂直，这个力才有力矩。对。啊，这个力跟这个力的垂直力有没有一样大？哦，懂意思吗？因为这边没有力，这边没有力矩，所以这边越多它的力越少，这边越多它的力越少。对，就这样，没有错，没有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所以基本上这个力量的大小呢，这力量大小跟这个角度有关系。
你要取它有效的力，有效的力，有效的力。所以这样要采用赛西卡。赛西卡，如果这样赛西卡的话，赛西卡定义在这里，这边要赛西。哎，对不起。咦呀，你不赖我。赛西卡在这里的话，对，称赛西卡，好，称赛西卡。啊，就你这个角度啊，这角度多少的话，就称它赛西卡，就代表它是分力啊。啊，这三角形的关系啊，你们现在没学到三角函数，所以不用去理惯元，反正就是知道这个分力。好，分力会算吧？记不记得分力怎么算？假设我说这边有个力，我想求这个方向的跟这个方向的分力。哪两个方向？红色跟绿色。红色跟绿色的分力怎么算？怎么做？好，告诉你。对对对，赶快来告诉我。赵忠有点话，没关系，我对你有信心。让赵忠想想啊，对对，我之前记得的。对，现在为什么？我说这一条的命吗？还是这一条？在红色跟绿色的分力方向的分力。命题。就这个蓝色的力是由红色方向的力跟绿色方向力所形成的合力。啊。所以红色方向力是多大？绿色方向力是多大？怎么做？记不记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好，谢谢。龙边。是啊，哪一根杆？哪一根杆？就是绿蓝色这个力是红色方向的某个力跟绿色方向的某个力的合力。请问这个力各分别是多少？来，画面上来做。这怎么知道？做图啊。怎么做？来，轩宇。我知道，哎，我好像知道。你知道，赶快上来用。让我想想看，我猜猜。啊，你猜猜。因为这边是九十度，所以那一定也是九十度。哪有啊？你跟蓝色九十度是怎么做的？我说蓝色，我说跟绿色。啊，你那画的跟绿。OK。好，这已经开个玩笑。然后呢？这条比这条稍微长一点。那是跟那个。奶奶的时候就是小关系。我忘了啦，哦，反正哎，所以说什么？你要说，要把两个地方分开，把这个地方分开，把蓝色的地分开成两个方向的地。那个两个地方我没有读书，没有画地的大小，只有画方向嘛。哦，那你开心什么？
力的大小，特别是这个力跟这个力的合力。可以啊。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是这个力跟这个力的合力？啊，基本上都可以哦，只要这个头尾相接，我把它再平移回来，我把这一块，把这一块平移到这边来，这不就通了？这个加上这个，等不等于这个？好像等于。等于不等于？等于嘛，因为我这边作用力再把这个加回来，它就回来这个点上。所以基本上分力就这样做，你只要头尾相加可以接在一起就可以。那怎么做呢？老说一说，不是你刚才是说长度越长，它的就是我们现在说它长度表示它的力量。对对对。跟你刚才讲那个，它两个箭头就上两条来的，一个三角形那两边加一定会到一点，因为它这两个箭头。嗯。有没有我搞错？啊，不会，它不是用，它不是用几何相加的概念，不是用力量的大小。我假设我现在画个，我现在个例子这样子啊，我现在画个直角坐标系，它是很简单，我可以说它是这个力的大小，加上这个力的大小，前提什么？这条线跟这条线平行，对不对？这条线跟这条线平行，我就可以得到。这两个力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中间这个力是这两个力的相加，合不合理？合理。合理哈。好了，那我先画另外一个力。假设我现在的力是这样的，我想把这个力加上某个力，让它形成白色的力，我应该加哪个力？哦，这样哦。哎。中中，你是过造中了啦。我红色的力要再加上哪一个力，让它变成白色的力？这样子。同不同意？不同意。不同意。不同意，为什么不同意？它没有方向。有方向啊，它的方向。哦，你没有，它没有箭头。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，它应该是。哎，是应该还是不应该？哎，我会了。应该。应该没有错，是应该没有错。对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如果他真的要画，是像学姐这样画是正确的，因为他这样做让头的点上。所以简单来讲呢，红色的这个力加上这个力，就可以得到白色的力，合不合理？合理。合理不合理？还行。可以吧？这样懂意思吗？好了，那我现在画个。兄弟。嘿。你是不是忘了画一条杠？一条直线。哦，这是计较哎，失望的话没错啊。我们其实在学物理哈，几何很有关系啊，这人在这里。你如果把数学的几何学好的话，你如果把数学的几何学好的话，你在学物理会很有帮助。因为其实很多物理，我们现在目前在思考的话，会用无限来思考。我因为几何还可以，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学机动学，基本上也是上课上完，因为我们在算速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算速度。那算加速度，全部用几何来推导的，几何来推导的，怎么讲呢？譬如简单来讲，我这有个轮子，这边有另外一个轮子，我这边拉一条线，固定起来，我刚才这边转速是多少，我就知道这边的转速是多少，只有几何推导就可以做了，几何就可以做了，所以几何，好好学，好不好？圆周啊，圆周学，好了，我们现在看一个事情，圆周，我们先看一个事情，我现在认了一个例。我给你两个方向，这个方向不一样垂直哦。我请你做出这个力在这两个方向的分力，怎么做？不太懂。不太懂，对不对？简单来讲，我就把这条线平移到这边来。我把这条线平移到这边来，有没有看到了？这个力就是这个力，好像很平行，跟这个力的。哦，我懂了。哦，所以那你把它打叉叉，这样误导了。哪里打叉叉？就是你把它画成这样，误导了。你只要画两个方向就好，也不要让它交叉的。所以就叫误导人啊。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懂。就是说，我前面这边啊，交叉就停了。对，就是说你不要有后面这样，这
样就好了，不然这样很容易误导人。是有差吗？那是方向，它只是方向。颜色标志。一般来讲，想坐标轴都是要有方，都是这样子，这是一个直角，这是一个坐标系的概念。这是直线，我说这个方向的力，我没有误导任何事情。我说这个方向力。它是一个无限延伸的吗？对，这个方向力可以往这边，可以往这边嘛。这方向力可以往这边，可以往这边，这边也是误导嘛，就是淡化的。对，假如我要算出这边的力。哦，原来是方向，那我就是啊，坐标系。但前提是你这条线要跟它平行，这条线要跟它平行，那画不平行，对不对？这样就会形成它那个方向的合力啊。是啊。啊，假设我现在把这个方向力平移到这边，方向先平移过来，这方向先平移过来，我就可以说，你这个绿色的力是这个力。跟这个力的合力，合不合理？大家清楚吗？所以你看几何一画就懂了。我们解释半天可能听不懂，但几何一画就懂了。啊，这样会做了吧？几何大大几何。所以呢，我们再回想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。好，我们自己加一点。可以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其实还这一段还蛮认真的。从刚刚你我也很认真。没有，从刚刚你们睡着的那时候开始。那我把它追回来了。OK， 追回来了，好。看一下，通常的话，力矩的时候，我们就画一条线跟一个三角形，三角形代表这一点是支点，恰恰啊，啊，这是支点。好，假如问你哦，我这边有个力 F A， 我这边的角度 F A， 角度是30度，呀，我这个距离是 L A， 脑后口，这个距离是 L B。我这边有个力 ，FB， FB， FB， 这样会不会平衡？不会平衡，不会平衡。这个力是这样的 ，FB， 跟垂直一样，一样啊？这不一样等于吗？啊，没有，所以问你，如果 FB 啊，我现在问你等于多少 FA？所以那 LB 又等于 LA 吗？没有。那 x 等于多少？是要看他的一堆比例耶。OK， 会算吗？不会，教我。我看我上了课了。好，试试看。只有一堆子龙，我们先看，我们先看子龙试看。只有一堆比例有的，当然是算出来。他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，对不对？啊？没有一个确定数字，但是是代号啊。所以你们习惯用代号思考哈。没有了，他这个一定算得出来，已经很麻烦了。不会麻烦，哪里很麻烦？看起来就麻烦。哪里麻烦的？哦，不麻烦，不麻烦。一点都不麻烦。是力矩一样长，不一样长。不一样长，一个 L A 跟 L B 啊。就先假设它是高等于高等吗？高等。不，没有等。没有都没有。你就先假它是有一。万元很抽象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完全关掉。然后最后再反带回去就好了。我没意见啊，没意见。没有意见。来了。三十
四角的关系是二一跟二三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知道，我现在给你的。什么意思？不当然。跟那三角什么关系啊？刚刚一背下去了。这是国科数学的不是吧？那国中考。没有啦，这是国数学。是啊。这是毕氏定理啊。对啊，毕氏定理。这是国二上学期第三章，哎，第二单元第三章。三十度角二一跟二三，不知道请举手。啊 ，OK。嗯嗯。三十度角。三十度角二一跟二三。什么是变号？一比二，比二。这个要稍微就是说呢，它的赛值有。闭嘴了。没有赛值这个事情，你不要讲太多有没有的哈。三十度角的关系是一根号三，这边是二，是它比例关系，这刚好是三十度角，没有为什么就刚好找到的关系。你看哦，这边毕氏定理是不是底边的平方加上高的平方等于斜边的平方？我们来看有没有怎么等于哈，所以你要画底边平方多少，是不是三？高的平方多少？一，是等于二的平方。啊，这是一个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关系。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关系。啊。啊，三十度角就是有这关系，二一根号三的关系。这边是啥？对。不是三，根号三。这边这一条根号三的长度。是无理数。根号三的长度。根号三的长度乘以一，这就是一个根号三，然后根号三取的加啦。哎，什么？根号三就是这边的平方加上这边的平方，会等于斜边的平方嘛？这不是毕氏定理？真的三角形，三角形 A B C C 平方 A 2加 B 2等于 C square， 是不是？这毕氏定理呢？一条英文，记得没有？因为前面我忘记。毕氏定理，来大家。好 ，OK， 认错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怎么错呀、啊？不是我，来，并并是定理，不要。这怎么来的？美女，你不是说非要这样说吗？应该非要这样说。我没有说啊。我没有说比例。谁懂？我说是问你比例关系，我没有问你谁是二啊。我没有给你数字，我没给你那个。所以，他现在那个 FA 那个力，他是所谓两倍他的力。没有，就是这样，我不知道它多少了。不是因为我不解，就是它这样斜的跟这样是有差的。有差是有效的力啊。你这个力，你把它分解成这个力跟这个力的时候，这个力有没有力矩？有。这力没有力矩吧？没有力矩。哦，你说横向的力。对啊，横向力怎么力矩？当然没有力矩啊。就是这。我的天哪！横向力有没有力矩？哎 ，shit！ 我这个旋转轴。我这样施力有没有力矩？会不会旋转？会。对啊。啊，这样有理解吗？没有。你的力的方向如果对到轴心的时候，是不可能有力矩的哈。这力的方向，对到轴心，它就不会旋转。你不用吧，只要平行也可以嘛，就是向外的话。八八八八八。我向外的话，它有力矩的。不是，连赵庄也。我是说，只要平行。轴心要不用管方向，就是说它虽然是向外的，它都是一样没有。它那个力矩啊，有力矩啊。你看哦，这个力，我如果做那个力矩，哦，没事。我当力矩啊，我当旋转，因为这边就有距离啊，我就会旋转了、啊。这边就离这个轴心就有距离啊，它就旋转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假设是一个理想状态，直接对到轴心，它没有旋转。简单来讲，这是一个圆形的，中间有个支点。我这个方向有没有力矩？有。不知道，你要延伸它的力哦。如果有距离的话，就有支点了，它就会旋转了，这个力就让它旋转了。我这有个情况不会旋转，要怎么办？让它到轴心。对，要对到中心，这个力就不会有力矩，要对到中心才有力矩啊。有理解吗？要对到旋转轴的中心才会有力矩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同不同意？同意。我一个箱子，一个木板，我如果这边有个磁心，有个中心，我这个方向的力会不会旋转？不会。我把它平移下来到这边，会不会旋转？会哦，因为它就有一个距离，对不对？它就有一个距离，它就让它旋转了。这样有没有概念？有概念哈、哦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两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看它有效力的大
大侠，向这个方向就是看有效力的大侠。我看这个方向的分力有多少？二对。这个方向的分力有多少呢？它是个比例关系。假设这边是二的话，这边是一，那我这边是，我刚讲这边是 F， 多少 ？A F A， 所以这边多少？二分之 F A， 就是二分之 F A。啊，三角形同样的角度的时候，它有两，它的边长会有比例关系。我们刚刚讲的这比例关系，二比一比根号三，所以这边是二比一，也就是 F A 比多少？是不是二分之一 FA？ 是不是？对啊。吸引不吸引？对啊，吸引。同圈是不是？对啊。我跟你讲，有些东西你现在不知道了，你现在不用去急着去追它，因为你现在没办法追它。但是我现在跟你讲，你把它假设这东西我就是知道。我现在跟你讲，把它哦，先我先知道这一块。我已经跟你讲，它的三角形关系是二比一比三，二比一比根号三，你就要想到我记得了，二比一比根号三，我知道了，我可以拿来用。我不要拿来用了，二比一比根号三，所以我这边是 FA 的话，这边要多少？是二分之一 FA， 对不对 ？FA 比上二分之一 FA 等不等于二比一？等不等于？等于嘛？二比一等于 FA 比多少？二分之一跟二分之一 FA 啊、哦，等不等于？那等不等于？因为龙轩跟轩宇还有浩轩没有点头，所以我他等于等不等于？请重复一次好吗？二比一等不等于 F A 比二分之 F A？ 二比一等于 F A 比二。对啊，没错。啊？等不等于？等于。应该不等于吧？等于一比二比一等于二比一。你有你的钱是我的两倍。你有100块钱，我有几块钱？二分之一块钱。对，当懂吗？啊，这个长度，这个长度的二比一，这长度比跟这个长度比是二比一，也就这个长度是它的两倍。所以当那个力，这个力量大小是 F A 的时候，请问这边可以分到多少力？二分之 F A。二分之 F A 哈。哇哦，真聪明。啊，所以这个有效率多少？有效率是多少？有效率你的哦，就是二分之 F A。二分之 F A。所以我们可以算 TA 等于多少？二分之一 MA 乘上 LA， 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吧？嗯，好像是。对哈、哦。那 TB 等于多少？啊，我知道，二分之一 FA 要它大于它大于 FB， 所以它会它乘上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它大于 F？因为 LA 大于 LB 啊，所以它一定要大于 B 啊。没有，没有人说 LA 大于 LB。我不知道 LA 跟 LB 的关系。这是未知的世界。不是你不是说 LA 比 LB？ 没有，我跟你说好不好？我没有说，我说都不知道。我们只要算比例，不关大小，你知道吗？说它大，这 TB 等于什么 ？FB 乘以 LB 是 FB 乘以 LB。是不是？ Yeah. 我突然间发现我机会了。然后 T A， 所以它相等嘛，它相等，是不是 ？T A 等于 T B， 是相等。对。所以 T A 等于什么？二分之 F A L A 等于 F B L B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已经写成这样子嘛，所以我们要把 F A 留着 ，F B 留着 ，F B 留着。等于什么？把它除过去。刚刚搬错吧。等于二 L B 分之 L A。乘上 F A， 所以这就是什么 ？X， 这就是 X， 对不对？谢谢修一。啊，不是加半点哦。哎、欸！我刚讲的这题绝对加一点。我说我哎、欸。你，我加错了吗？没有加错啊。我是说，如果我把它完成的话。没有，我在你讲，我就讲，我这题加，这题我绝对加一点。因为你直接把它假设成已知数啊，我没有已知数，已知数的话假设成已知数，那也不够啊，你这样够吗？因为你这样会刚好消掉，所以它就没有。OK， 回来，你这个 A 是几次？我说比例吗？比例。看到没有？我刚才看嘛，它那个二比一比就可以比二分之 A 吗？就是二比一各乘 A 会等于 A 分之 A 跟二分之 A。那没有关系。猜猜我是谁？不是啊，你猜猜我是谁？你要假设出来 ，A 是什么？哦 ，A 是什么？我刚刚说
他那个是 East A 啊，East A 什么 ？East A East A， 然后是我知道是一个比例，但那是一个数字。所以你这 A 等于二 A X 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得外星？怎么来的？你们习惯按照一个逻辑写下来，就是这叫做计算过程啊。我再把这计算过程写一次给大家看一下哈，仔细看一下啊。DA 等于 FA 的有效力乘上 LA， 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？这有效率是多少？等于二分之一 FA 乘上 LA， 对不对？哎，不要！到目前为止有问题，所以这叫做过程哦。这样过程，这过程表示我在想什么？因为这样子写，我不知道怎么来的 ，A 是什么，我没有办法想象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没办法想象的时候。你内心里面可能知道，要把它写清楚，要把它写清楚。接下来说 ，TB 等于 FB 乘上 LB， 对不对？因为 TA 等于 TB， 所以二分之一 FA LA 等于 FB LB， 对不对？所以推得 FB。等于 LB 分之二分之 FA LA， 所以等于什么？二 LB LA 乘上 FA， 所以 X 等于二 LB LA， 好吗？这叫做计算过程。这个应该相信大部分同学他的过程就可以知道在说什么。对，这个东西叫做用数学文字去写一个过程，写一个想法。所以你不觉得说，其实我们在学这些东西的，在学这些东西之前，我们要先把数学。没有，我同意啊，但是因为我们。看有些人的 n 跟他怎么去处理，他都不会。对，这是我目前来讲，我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是这样的，没有错。所以，我。其实学了一点这个点这个问题啊，我其实有点想说再把我们这个班分成两个班，可是这个又一个啊，是吗？这个东西不应该直接跟着学生讲，那跟谁讲？应该是讨论好之后学，不然不能直接。那这是你们权益啊，现在跟你讨论，不然我跟谁讨论？不然到时候会分的时候，大家都我跟自己讨论啊，跟自己讨论，已经想很久了这个事情，所以说。为什么我要做一个简单的测验？就是我大概想知道大家的状况程度跟准备好了。就是说，有些东西你没有准备好，你要上很辛苦。那第二个是说，你自己有没有办法过？我现在只要注意到我往自己去追，我注意到说我现在缺这个，所以跑去追那个。我现在缺几何，我跑去追几何。我现在缺代数，追代数。啊，相亲而已。就是这样的。但如果你愿意去自己追的话，那你上个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啊，那如果你觉得说追不上。那我们是不是可能要类似说，我想说开两个班，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许，进度就是你的准备好的程度比较高的，我们就上的稍微快一点点。那你还没准备好，上的慢一点，让你进去的时候多一点。这样怎么分呢？怎么分？对，我现在这个是我在思考啊，就是我剪刀石头布。哎，不是啊，依照能力。我不太懂你的意思。好，我现在其实在讲，就是说有个做法。我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说有做法，因为刚好薛宇是第二节课才过来，所以第一节课的时候呢，可能第一个组先上课，那跟薛宇同一组的同学就先做预习，先做准备，再交作业。他要做作业，对。对，写作业，然后结束完了之后呢，第二堂课就是第二个组上课，然后第一组去，就换过来，第二组上课，第一组作业。我觉得这样效率会比较好。可能会好一点，好不好？那到底谁是属于第一组？那你这样子不是
实我会把作业的部分再稍微再补充一些，然后你上课的时候，反正你都在这个区场域，你都在这个场域，所以呢，假设你自己就可以分析，我这堂课我可以听，我不能听，我不能听的就写作业，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你如果听不懂的，你就要想办法回去追，你到底哪里听不懂？所以我经常听不懂。哪边 ？FB 为什么会等于 LB 分之一？哪里？那边啊，最底下的那个。这个。FB 上面一点。这个。下面一点。这个。就它。持续上升。第一次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不是，对啊，下面一点 LB。我们两个是一个等式啊。我把这个东西同时除以 LB 嘛。LB 平方。没有，没事，没事。没有 LB， 肯定 LB 分之一嘛。我乘上 LB 分之一之后，把这预备掉了。它这边是要除一个 LB。好，简单来讲啊。我觉得可以。你好像把那个倒过来。我那写反过来写啊，因为我写跟这边一样啊，一样这样。那我觉得说你的就从上面开始，你就要再把它反过来。没有，这个是。不然像赵忠那种猥亵低能的就听得懂了。不是，这是一个过程，我就是需要去适应。我简单讲，3721等于7FB。那我怎么接？等于7/3721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吧？啊，这一串一粒 QQ 东西等于 FB 乘上 LB， 会有一次。啊哈。所以 FB 是等于把 LB 除过来就好了。看到前面两个数字啊。哦。八。我把七除过来就好了，把七除过来3741就好了。哎，对啊。对吧？就同意思。31。在这个地方 ，LB 就是七嘛。这个滴滴扣扣的余三啊，就在这里嘛，11-7，哎，这样子可以接受吗？531，对，2/7 LA 是1，就这串滴滴扣扣的，对，所以那个是一哦，就在滴滴扣扣这里，余四啊，那个是一哦，应该是531。什么？所以答案是？这 LB 分之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一啊。它这个是有七跟七分之一的关系。好，终于可以下课了，赵总你过来。我其实非常欣赏赵总，就是说他的问题都提出来嘛。我这边串滴滴扣扣的东西等于 FB 乘上 LB， 这串滴滴扣扣的东西等于7乘上 FB。嗯。那 FB 会等于什么 ？FB 会等于这个滴滴扣扣东西等于7嘛？啊。所以这个 FB 会等于什么？是这些滴滴扣扣东西除以 LB。耶！干掉了，变短了。